你咋不在这里边吃啊？这里赶过来是拿掌泡泡呢，是那个等着能掌好了呀。哎，这个饭好吃，我在这买的。好吃好吃，我一直在这买的。我在这吃不介意吧？啊，没事。是咋把肉都挑出来？这不好吃吗？嗯，不好吃。哎，闹都鸡窝这个量，这肉不是不好吃吗？我也不想吃。哎呀，所有人都知道好吃肉好吃，我觉得少吃点，我待会让孩子老婆就能多吃点。哦，你是把最好吃留给最爱的人了。是不是看你也没喝水，给你瓶水吧。那不喝。没事没事，拿着拿着。不喝。那你帮我打开行吗？我这手有点使不上劲儿，行吗？干杯。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家人。